把手册上的东西煮完并解说，这是先一到九项组装跟解说，在先前开箱影片里，连结在右上角。我们放掉棘轮制动，吊钩就会受到重力下坠，因为制动是单方向的，所以卷线不会受到制动。刮杆会带动转盘，刮杆刮轮应用可以参考乐高展示台。这个是我们要打的桩，我们把它摆上去，把锤子放下，我们转动手把，锤子就会被凸轮顶起而落下。我们再装一片凸轮，这样转一圈就能打两次桩。啊，那个呀！有转速限制，太快锤子会无法落下打桩。这台车就是多个齿轮比应用，可以参考齿轮比那部影片。放上电池充电器，受到物理重量，连杆就让砝码往上。我们放上差海龙马达，我们放上推车，会得到以下结论。太好了，我懒得说。我们将乐高铅块装上。摆动一下，就会受到中心转盘开始左右摆动。装上铅块，拨开棘轮制动，
案的，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